贵宾，现在进场的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所组成的国军联合乐队。庆祝的日子，向全世界传递台湾人民拥抱世界的胸怀，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民主与自由。最后祝福全国同胞及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采取快速撞门实施，三二一，破口同时丢掷催泪。人质身份核对无误，队员护送人质至安全位置。反恐空间战术因应恐怖分子数值、不同空间环境以及情治状况所吸取装备。即将通过的第一梯队由空军救护队 UH-60M 型机担纲，主要任务。接续通过的是海军 S 管用机反潜直升机，是海军反潜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利器。紧接通过的是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素有坦克杀手的称号，为陆航部队担任国土防卫的重要角色。压轴登场的是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可依任务需求挂载各式武器，能在各种战场环境下最适作战任务。